大哥，买一点送货嘛。你这个卖的是什么啊？这是我自己家在上面找的，有竹荪，还有两笔具花椒，这上面还有。这些我暂时不需要，谢谢啊。哎，大哥。啊，怎么了？把口罩取一下。哦，我这两天感冒，就一直戴着口罩。你为什么要我取口罩呀？等一下我的。你认错人了吧，妹妹？这样吧，你这儿有贝母卖吗？我刚好这两天感冒，就可以买一点贝母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下来的时候没带贝母，不过家里面有，等我去家里面拿一下。今天没有啊，那算了吧。大哥，我家里面的比外面的要好，就和我去家里面拿一下嘛，你就当帮帮我吧。你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，妹妹？奶奶生病了，昨天交医药费，剩下的钱。那你家里人呢？对不起啊。那你家住这儿离这儿远吗？走路的话，有一点远。你平常都是走路下来的吗？那要不这样吧，我今天刚好开了有车，我送你上去吧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啊，没事。快到了，就在上面，但这个路不好走，不好掉头。大哥，你就把车停在这儿吧。那我们走上去吗？啊，好吧，那我跟着你嘛，走吧。走吧。陈鑫，这个重不重啊？要不我帮你背吧。喂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干嘛？俊哥，原来真的是你啊！我就说刚刚怎么这么眼熟呢？我这不是想着给你一个小惊喜吗？你还骗我！我刚刚还不敢确认呢，原来真的是你！你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。这重不重啊？要不我帮你背吧，来。这个不重的，我自己能背着动，走吧。那好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奶奶最近怎么样了呀？奶奶现在还在医院住着。还在医院住着呢。那你怎么又想着背那么多山货下山卖啊？不是上次我哥给我找的工作，我不是没去吗？我就想着上午拿点山货下去，然后下午卖，给奶奶赚点医药费嘛。那你这个每天背那么多东西，又上山又下山的，你这多辛苦啊！我上次给你的钱，你为什么不用呢？俊哥，那个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我不能要你的钱的，我一分都没要。我自己现在能赚钱的。那我既然给你了，你就用嘛。不能白白要你的钱，真的。你就当我借给你的嘛，等你挣了钱，你再还给我嘛。先把奶奶的住院费给交了嘛。走吧，俊哥，我们先回家里再说吧，喝点水再说。那好吧，那走吧。怎么你哥也在？你怎么又把他带来了？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好。哥，我跟你说一声。我给你找个相亲对象，明天去相亲。我不想去，哥。明天去跟他见一面，好好看看啊，找个相亲对象也不容易，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想去，哥。这有你想不想？必须去。我能不能不去啊？必须去，明天必须去。我不想去，哥。必须去，现在学生不听话，必须去明天。哎，陈鑫，陈鑫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俊哥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嘛？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哥哥，你每次都让我去相亲，他就想把我早点嫁出去。我不想去，他们就责怪我，骂我。
哎呀，要不你再去给你哥哥说一下嘛。我说了好多次他们都不听的，说了也没用，说了还是骂我，责怪我。谢谢你啊，金明。啊，你谢我什么呀？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啊。你每次来都帮了我好多好多。说起来，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。你是……哎，别哭了，陈心，不要难过了吗？不难过了，不难过了。俊哥，我们回家，我给你做点饭吃吧。